唔少人当剑球系小朋友嘅玩具。今集超超海琪就去到拜会几位香港嘅剑球导师。如果你发觉你嘅户口突然间剩翻100蚊，你又要点样度过你一个星期嘅生活呢？青春颂，我哋一齐听下五位主持嘅分享。超上一层楼，今集我哋去认识一位在做设计师，睇下佢点样将垃圾改头换面。潮清志，逢星期六下午5点，港台电视31。